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哈，刚刚我们学了各种数据类型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定义不同的数据类型的变量，并对它进行一个输出。好，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整数类型。整数类型啊，对了，这个地方叫做数据类型 data type， 叫做数据类型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整数类型。那么整数类型呢，有这个 byte b 就等于了10，它在内存中占多少个字节呢？占的是一个字节，哎，占一个字节。然后它的取值范围这里要记一下，负的128到正的127之间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个 short s 就等于了20。然后呢，它占的是两个字节，占的是两个字节。好，它的取值范围咱们就不说了哈。然后再来一个 int i 就等于了30。然后呢，它占多少呢？不是占三个哈，占的是，哎，对了，占的是四个字节。然后这里面要强调一下，在 Java 中，整数默认的数据类型就是谁啊？就是 int 类型。哎，整数默认的数据类型就是 int 类型。那么，什么叫默认类型呢？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做一个输出 ，sim.out.println， 然后我来一个10，这个10你没有给它加任何的数据类型，那它就是什么类型啊？对，它就是 int 类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整数还有一个什么数据类型？哎 ，long x 等于的是40。好，那么它占几个字节呢？它占的是八个字节。好，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，把这些结果都进行输出，哎，都复制几次。好，都改成对应的变量，第一个是 b， 第二个呢是 s， 第三个呢是 i， 第四个呢是 x。好，编译运行。输出结果10 20 30 40没有问题，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哈，我们刚刚怎么说的，说整数默认的数据类型就是 int 类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在这里面做这么一个事，1 2 3 4 5 6 7 8 9 10。好，再来看编译，怎么了？说报错了呀，他说过大的整数，因为我们整数默认的类型就是 int 类型，那现在他把它当做一个 int 类型，结果怎么了？结果超过了 int 的取值范围。那现在他想赋值给这个 long， 那既然想赋值给 long， 你得标识你这是一个什么数啊？哎，得是一个 long 类型的数。那怎么才能标识它是一个 long 类型数呢？很简单，在它后面加一个什么呀？哎，加一个 l 就可以了。那这个 l 啊，可以加大写的，也可以加小写的。哎，可以加大写的，也可以加这个小写的。都可以，来看加小写的，编译运行输出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加大写的，编译运行输出这也没问题啊。那么它输出的时候是不会加这个 l 的，这里面只是对它进行一个什么呀？哎，一个标识，告诉你这个类型是一个 long 类型的。好，那说到这个题呢，哎，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小面试题 ，system.out.println，println。然后呢，来一个叫做12345加上呢54321，那我问一下大家，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呢？来看编译，有同学说，老师这个问题你还问我吗？说12345加54321不就是56吗？要不怎么叫面试题呢？来看一下结果运行，大家看1147，哎，这个怎么能是1147呢？有很多同学就很疑惑了哈，告诉你啊，在这个位置我写的不是一，写的是 l， 大家来看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 l， 它俩是不是长得太像了呀？看懂了吗？你看前面这个是一，它这个尖呢稍稍往下一点，而这个 l 呢，这个一，这个尖稍稍平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里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如果 long 类型。浪类型后面加 l 进行标识，
最好什么呀？最好加大 L， 哎，大 L， 大 L， 因为小 L， 哎，前面加一个小 L， 小 L 太像一了，太像一了，这个写太像这个一吧，是吧？哎，太像一了，能明白这意思吧？哎，不要中这个招哈。好，那现在你再去编译运行，来运行来看，这个结果就是五个六了哈，因为后面这个是什么呀？后面这是 L， 前面这个是一，哎，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是整数类型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浮点类型。浮点类型，首先来一个 float f 就等于了 12.3， 然后呢再来一个 double d 就等于了 33.4。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说小数，好，他俩站的也跟他说一下啊， float 呢站的是几个字节啊？哎，四个字节。 double 站的是几个字节啊？站的是八个字节。那 float 呢，它是要比 double 怎么样，哎，要小一点的。那我们来看 double 呢是小数默认的数据类型是 double 类型的 double。 就像刚才咱们举的是整数默认类型是 int 类型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数据类型声明，那么直接写个小数，它就是什么类型的呀？哎，就是 double 类型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咱们打印一下这个 float 和 double 的值，我把这个改成 f， 这个改成 d 来编译。哎，错了，来看为什么出错了呢？他说错误可能损失精度，在哪里出错了？哎，在这个位置出错了。那大家想想为什么出错了呢？好，刚才我说了一个什么呀？说小数默认的数据类型是 double 类型的，那么小数默认数据类型是 double 类型的，现在 12.3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？ double 类型的。那你想把一个大的数据类型往一个小的数据类型里面放，这会怎么样？是不是会损失精度啊？哎，损失精度。那么现在什么是损失精度呢？大家还没学啊，你要首先要知道什么呢？要知道的是float 类型想去写必须得加个什么呀？加个标识，哎，加个小 f 或者是大 f。 好，加个小 f， 大家来看，来编译运行，输入结果没有问题了吧？那么加个大 f 也是可以的，来编译运行。现在你先记下来它是需要加一个 f 去标识的，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讲这个数据类型转换和 float 和 double 里面的一个存储结构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。要记住，只要是 float 类型存储小数的话，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f 的标识，不然的话它会把你这个小数当做一个 double 数。那么在这里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面试题哈，之前经常会出现一些面试题，所以呢大家在这里面后面一定要记住，只要是写小数想往 float 里面赋值，就必须在后面加什么？加大 f 或者是小 f。好，那这是浮点类型的。那么接下来再来看，我们再来一个叫做字符类型，那就是 XC 就等于的是 A， 对吧？好，那么字符型呢它占的是两个字节，然后呢我们对这个 C 进行输出一下，system.out.println， 好，输出 C， 好，编译运行，输出结果是 A， 没问题。那么在这里啊记住放的是单个数字、单个字母或者是单个符号，放一个数字也是可以的，编译运行。那这个一呢是一个字符一，跟我们之前那个整数类型呢是不太一样的，是不是有区别的？哎，好，那现在把它换成 A。 还有一个什么数据类型啊？对，还有一个叫做布尔类型。
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来看，叫做 BOLEN， 然后呢 BE， 然后就等于的是 true， 哎，就等于的是 true， 然后再来一个 BOLEN B2 等于的是 false。我们知道布尔只有两个值，所以咱们把它两个值都给写出来了哈。那布尔类型呢，在内存中占的大小没有明确去指出，所以呢，咱们不用搭理它了，直接对它进行输出就可以了。好，输出的是 B1， 然后呢，再来一个 B2， 再输出这个 B2， 好了，编译，运行，输出结果是 True False。好，那这就是咱们各种数据类型的一个打印输出。然后这里面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整数超过了 int 取值范围，你想往一个 long 类型去赋值，那后面必须加一个 l， 而小数，所有的小数你想给 float 赋值，后面必须加一个 f， 这个 l 可以是大写可以是小写，但是建议是大写，因为小写的话太像一了，而这个 f 可以是大写也可以是小写，这都无所谓的。哎，这是加一个标识哈。那有同学问说 double 类型呢，可不可以后面加一个标识呢？这个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哈，因为小数默认就是 double 类型的。好，你看加一个 d， 编译，运行，是不可以啊？那么加个大 d 可不可以呢？来，我们试一下，加个大 d， 来编译，运行，是不是也是可以的？哎，但是我们一般都不加，直接就是一个小数类型的。好，在这里咱也说一下哈。那么 double 类型呢 ，double 类型后面也可以用大 D 或者是小 D 标识，但是一般不加。好了，那这就是各种变量的一个输出。那么这个知识点呢，咱们在这儿保存一下。